刚刚那个不是毒药，是石灰粉。石灰粉。嗯。你怎么了？小人好像受了风寒。这可怎么办啊？过几天就要会试了。你们要去哪儿？去找王爷和穆姑娘。王爷交代过，此番行动不仅要调出幕后之人，还要试探穆姑娘。我们不能再找。多谢王爷。王爷，小人这伤你得管啊。您好说歹说也是主考官。您看，您给小人走个后门，安排个名次，也不算过分吧，也不用太高，能参加殿试就行。看看人家大皇子是怎么对自己人的。不行。王爷，您现在心情好点了吗？你是在哄本王开心吗？哄是万万不敢的，我就是看您心情不大好。